际教育学院，我现在在东京环球日本语学校 GCLI 日本语学校，霞山会，早田 EDU， 横滨国际教育学院，横滨设计学院，草院日本语学校， UNITAS 日本语学校。现在我们在草院日本语学校的附近旁边，这是那个大姐，是那个，这边是他的那个另外一个门，应该。我好想喝一杯。这是一个酒店，感觉卖酒的店，感觉还挺好的。这边有很多小花，然后这边是那个贩卖机，最好。对，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这个，算是有各种酒，现在其他地方很少见这个贩卖机。然后这边就是草原日本语的正门，这个学校欧美学生比较多，看旁边就是门口两个小哥哥就是欧美的。木子小花1994日本行，我们现在在草原日本语学校，比较近的应该是在秋叶原车站过来，但是要走10分钟左右。走啊走啊走啊，这边是吸烟区。这是小班，这是他这个是以绘画为主的不是长期课程。下午这些我们刚有点吵没听清，他们十几个人在这儿学的，那是跟着老师读啊什么的，主要是在是初级班。对，那初级班那个学校不是有那个长期课程和短期课程吗？短期课程是我们说是周间课程，周间课程的话它是以这个绘画为主的班级，所以呢它这个教室你看看都是这样的一个摆放。从6楼开始是我们长期课程在用的。6楼开始是我们那个长期课程的班级了。我这个6人一教室是算是最大的一个教室。他这个下午班是4级别。可以看一下这个每个教室分上午班下午。上午是9级别，下午是4级别。这样。一个教室会分上午班下午是。大家都在上课。您觉得中国学生和欧美学生他们平时下课啊这里交流的多吗？多。我们学校最大特点是那班级的活动比较多。跟老师还有那班级的那个学生一起。然后星期五啊什么的放学以后走一些那一餐饭呀一起交流。喝一些酒。这是我们学校奖学金。4月开始的。有草院自己的奖学金。对，有政府的，有草院的。老师，咱们现在定员是多少？720。720，30%的话就200来个学生，中国人。对。5楼这边也是教室了，你看看这个每个楼层门的颜色不同。对对对，我发现就是橘色。对，他走错了，构造不一样。这一层是4个教室，差不多哈。5楼和6楼是最多的。然后我们这个学校呢，今年开始4月开始呢，把这个出学率，对出学率管理比较严了。以前我们这个学校修了60%以上算修了了。4月开始改了80%以上。东京入管局呢对那个出学率要求非常严了，然后我们学校也是把这个出学率的标准呢也改了一下。它这个是今天没有用。这是尝试的教室吗？对，教室形状还挺特别的，扁宽的。对，不是，这边是教务室。教务室50多位老师。这边是我们那个日本语学校附近。这个刚才讲，
这个就是大学院升学指导的这个预约表了。每周五，一个学生30分钟，一对一的进行跟老师详谈。一次可以约两回。上午班两个人，下午班两个人，这样的安排。这是面谈的一个预约，然后这个面谈完了以后呢，他可以随时跟老师发邮件的形式进行交流。有必要的时候再当面进行面谈，这样的一个形式。2000平米。一级别也是分 A B C D E， 都是一水准，可是他们这个真实的水准还是不一样，所以呢再给他们细分，A 里边还分 A B C D E， 就每一个等级其实分得很细，对，可能几课就得分一个班，对对。那他要是自学的挺快，然后也可能会调吗？初级阶段哈，跳班是不可能的。到了中级以上的话，你可以跳班。我们学校对初级这个部分要求非常严。希望他们打好基础。对，打好基础。然后到了四到五级别的话，有很多学生可以跳级的。这边也是算自习室吧。也有一些图书，自习室还挺多的感觉。二楼和四楼，一楼还有那个休息空间的。来这边啊。他可以骑自行车放自行车了。对，他这个是停车场了。现在没有整理啊，很乱。这边还有。这边是学生休息空间了，老人机，自由活动空间，吃饭什么的，吃饭、学习、聊天都可以的，自由的一个空间。嗯，真挺大。这边是那个什么，学生来了以后给学生安排做那个手机的，契约的。有需要的吃饭去了。可以直接帮忙办手机登录什么的，学校都会管。住在学校宿舍的学生，或者台东区的学生，我们志愿领他们去办这个住民登记、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手续。现在带我们去宿舍外面看一眼。这楼。这一整栋都是吗？不是。哦。那这边有那个20多个房间是我们学校。要进不去，那挺安全的。对，这边是不是会贵一些？它这个呢，你说这个位置哈，两人间的话，一个人一个月69000人民币，一个人69000，电水瓦斯上网费都包在里面。两人间是2室1厅还是一个屋里的？一个屋里放那个上下铺。它这个是26平米，大一些，还比较不错了。关注。